来吧，给老板出专用，出专用，专用，永不磨损，高烧。法术暴击伤害，不是说证明我在意，是证明对吧？我没有被他们干扰。如果被我，如果说有些人的言论是真的，还好我小时候对吧，比较扛事。简易，哦，我操，伤害太低了。永不磨损，舒服。这把弓箭521，命中爆了100多，提敏双加290，法术暴击伤害还行吧。这一波有一个这个不磨就血赚了。这武器我算一下。10000块钱肯定是有了。10000块钱应该是有了。专用必点，项链出专用也点，项链出专用也点，小号也点。一看这个号就鉴定过很多装备对吧，都没有第一次鉴定的成就。刚说完就来了一个，愤怒特技，第一个216 214 204 247，永不磨损207，还可以，终于出了个上万的。那个说出上万卡红的兄弟去哪了？